来武装我们的农业，让我们的种地变得更加轻松，让我们种出最好吃的大米，以及其他的粮食作物。再次呢，对各位的支持，再次表示感谢，谢谢各位。 现在进行第三项，请县委副书记王永健宣布示范项目开播。我宣布全生物降解地膜、水稻、负重滴灌、栽培、种植示范项目开播。好，请各位领导来宾一步观摩。走吧，谢谢，好。